人啊，本地人。从公司中午请假过来。我今天从杨梅过来的，然后开车。看他外面摆的那个品相，算是比较多的。想说这里面应该是有算城隍庙里面比较丰富的，或者说比较历史比较久的。刚刚就是逛了很多家，然后就是当地人推荐这一家特别好吃，所以我就决定来吃这一家。我就走进来看到这一间就直接点了，没有特别选。应该是红枣的。今天吃的哦，霸王有分口味吗？我看一下，它有笋子哎，那个是笋子口味的。它这家就只有两个口味，一个就是葱肉跟笋肉，然后就我想两个口味都吃吃看，所以我就点综合的。然后好朋友喜欢吃笋，然后所以他就点笋的。你知道那个霸王上面有图案，那是什么意思吗？那个红红的那一圈，不知道。知道新竹的霸王除了红烧肉之外，还有笋子跟葱，还有栗子不同的口味吗？干嘛呢？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个三角形是什么口味的？葱肉的。然后这个笋丝，对，笋丝肉圆。所以笋丝，我蛮喜欢你们家的笋丝。刚刚就是吃，我觉得很新鲜，就是白白，不会弄。我们的是脆笋。脆笋。跟一般的笋干的味道是不太一样，笋干味道比较呛，我们那个是用脆笋。对。里面有栗子是圆圈圈。圆圈圈的。对。我看栗子也蛮好吃的。分别是什么口味？葱肉跟笋肉。这个是葱肉。啊，这是笋肉。这是葱肉。小星星是葱肉。对 ，OK。也可以综合啊，综合可以外带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就是一盒有两种口味的意思。你们这个盖这个章是随便，就是这样子就定下来。不是随便，它是记号跟美观。记号跟美观，就是我的意思说，那形状你们去挑选是个人选择，个人各家的是。对。那上面的是那种食用的。当然是食用的。中药行的货源讲说，我们就是要食用级盖章的。所以说也是中药行弄的。对，而且我们也是一样啊，红枣里面也是啊。了解的。对。